您听说了吗？有5位千金将参加选妃，都入住到咱府里了。这个香包，你明日放在杨雪武的床下。皇上，兰陵王企图谋反，在兰陵王府还留有逆反的信物，朕派兵去搜。是。做到这个，混账高长恭，你竟敢有逆反之心！左安卿，高长恭押入大牢，后事处斩。每周六日晚间8点，兰陵王东森戏剧台。